大家好，我是 After Work 熟嘅 Uncle。 一年五日的香港动漫节终于都完结束 ，BOAT 同学艺术家创意联队联展亦都告一段落。我哋 After Work 熟嘅 Mr. Waters 话必填得 Art Toy 嘅巡回预演亦都顺利举行。而家睇翻呢几日嘅回顾先啦。第一届同行艺术家创意玩具联展一共有26个艺术单位参加，因为主题是同行，所有创作单位的代表人物都以水手服造型出场。走入船入面，我们有26个摊位按照 A 到 Z 这样排列，这里就是我们的摊位了。门口有一大个 Afterworks 的招牌链和简单的个人介绍，当然不少得发生成野少女战士的越野 Tour 了。先看今次的主角 Mr. Water 两家玩具，仲有之前的洞庭三宝、小龙虾、麻雀、乌龟。除了朗胶之外，仲特别为了今次展览做了一些襟章，仲有我很喜欢的一个系列 Steel Evil 的689777。当然不少得我哋特别喜欢的贴纸，今次会是 Random Set 包装的。至于橱窗墙上面挂了几本 poster 和 Mr. Waterloo 的涂鸦手稿，橱窗对出的正面位置挂了我们邀请的艺术家的 Art Print 作品，有 Scar、Ray、Leo、Lula、MT、Chos、Setter 七个艺术家的作品。无论是作品还是橱窗上面的产品，都印了独立的编号、名、价钱等等资料方便观众去看的。再看另一面，有 Rainbow 以特别方式去画的一些 Canvas 的作品。经过第一日之后，夜晚即刻赶制一个大牌匾做镇店之宝。这次同行特别的地方是采用中央付款攞货的，主办单位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理这些收钱的工作，令到每个摊位的创作人都减轻了很大的负担，可以专心地介绍自己的创作。而我们一直就在现场画画，一边和观众介绍展览，一边画稿。夜晚有一个同行的开幕仪式，所有创作人都在自己的代表人物上面签名。因为当中有不少是明星创作人，所以我是现场吸引了很多观众。好了，今次的介绍到此为止，我们下集再见， peace。